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。对，你是高中啊，你一个小屁孩怎么的了？我就是高中生啊。走。哼，无法沟通。翻个墙吧。嘿。谁？你没戏吧？同学们，我们高一十班找来一个新朋友，大家欢迎一下。跟我介绍一下，有点矮，我拿个椅子。我到。你没戏吧？你继续。大家好，我叫刘一手。没有了吗？八岁。哇，今年才八岁。哎，坐我这边，坐我这边。那你就坐那里吧。哎，刘一手，你的饭卡的人呢？在这呢。算了，你还是到讲台边上坐吧。哇，你今年真的八岁啊！好可爱哦，小小的。准确来说，七岁十个月二十四天。哎，你这么小怎么考上高中的？我六岁学完小学全部课程，七岁学完初中全部课程，然后就来上高中了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虽然你是天才，但是高中的课程可没那么好学。确实，我上半年足足花了七个月才把高中课程学完，可是去考大学的时候没过录取标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年轻人不要太狂。他们说科技大学少年班最低录取年龄13岁，让我再回高中发育几年，我就来你们这啦。委屈你了。那倒没有，我妈说这所高中还是非常好的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主要是这伙食听说全市最好，正好我长身体。主任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刘老师啊，我来看一下你们班小神童。哎，我去，这不是早上那个老头？在这呢。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，咱们班进度已经比别的班慢了。好，我七岁就学完了。平面 ，EAB。我到。PA 平面 ，PAB。哎呀！谁在底下讲话？几个 CO 撞破鸟就弄不过去、这么喜欢讲，我给你机会上来讲。哇酷，他居然站起来给我顶嘴，好感动啊！老师，你妄抢我的糖。要站起来回老师说话。老师，他已经站起来了。一个半还不行，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了，再讲上来讲。上去讲就上去讲。哇酷，这么勇。老师，小蜜蜂借我一下。有人。不能再让他讲了，不然我要失业。那个一手啊，渴了吧？下来喝点水吧。不渴。讲课好好玩啊。不渴也下来吧。是我讲的不好吗？果然只学完大学数学是不够的。你没教师资格证，不能在上面讲，违反劳动法。好吧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小神童。小神童啊，能讲两道题给我们露一手吗？不能，我没有教师资格证。你们有什么问题问我们老师就好了，他有教师资格证。被我们班神童气死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同学们跟我说了那样做是不对的，请你吃糖，你别生气了。留一手，代办事件，教师资格证。学习劳动法。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。完了完了，迟到了。嗨。根据动能守恒定律，它得滑行3.8米。主任好，不太好。给你的手抓饼，你的肉夹馍，谢谢。你的，包子。你这个是肉包还是肉饼？跑腿费1人1块，月卡20。我开发了个 app， 大家注册一下会员吧。哦，你还会写代码？我平时有自学 Java、Python， 还帮一些工作室开发过游戏重力外挂。六啊，走读生。我去，刘一手，你怎么拿物理竞赛的荣誉证书当手抓饼啊？这奖状很难得的。没事，这种子我有很多，早上才卖了1斤。六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
第一节课抽背琵琶行啊，不会的罚抄十遍啊。你怎么背的呀？我也没背啊。哦，你也没背啊？那你先怎么办？待会看一遍就行了。可以。你在干嘛？反正也不会背，先抄十遍再说。六。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。Yes。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哎，你不是七岁就把高中古文全部背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在练习英语翻译。百子寻洋 river。Guest is king of one night。还能把文言文翻译成英文啊？主要是有一家英国杂志社邀请我翻译中国古诗词，顺便赚点稿费。同学们，我简单的说两句啊。最近几周，有学生在晨会中半路逃出，甚至不参加晨会，态度极其不端正。这道题用来做例题不合适，高中知识用来解它太繁杂了，用洛必达法则一下子就做出来了。对啊对啊，有道理。要清点好人数，抓住一个，严惩一个。原来逃晨会是为了补作业呀！我去，吓死我了！刘一省同学，今年的省奥数比赛，我得了第一名啊！哎，你也来补作业？是啊，数学组叫我帮忙出一套月考试卷，我昨天没弄。你的作业真特别。搞定。咦，有个话筒。下面有请刘一省同学上台接受表彰。采访你一下，有我这个天才同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哎呀，别烦了，那个死羊主播不重要。作业我都写不完了。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，这高中数学果然不适合我这个八岁小孩来做，还是搞两道奥数题放松放松吧。放松了，出来一下。主任找你干嘛？下个星期有个日本作家过来演讲，学校派我作为学生代表接待一下。演讲？太好了，至少一下午不用上课。莫非这就是天地大同？不，这是神之一手。你好，我叫秋游烟吉，请多关照。哈基米 master。嗨。哇，你还会日语的吧？简单对话可以的，也就刚过日语十级。十级啊，你自学的吗？不是啊，看了700多集柯南就会了。你也可以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小姑娘，送给你，这是我们国家的国花，樱花。真的吗？阿里嘎多。能把您待会演讲的稿件给我看看吗？我提前翻译一下。やりました。待会你上去翻译。啊，我不会日语啊。喏，翻译稿，你照着念。我的手跑哪去了呀？音乐世家第三代传人。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弹棉花的。希望我的书能带给同学们帮助。今天我将把我所有亲笔签名的书籍赠送给同学们。我没说啊。我的控制下居然还有骗子。你不是日本作家吗？怎么会说广东话呢？他是骗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刚才鞠了90度的躬，这是日本最高礼节，普遍用于宗教场所、官方道歉和对天皇行礼。停停停，这你都知道啊？我去年去日本参加提升赛，就顺便了解了一下日本的各种知识。提升哇？他的稿子有很大纰漏，很多是批班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还有最奇葩的一点，是什么？日本的国花不是樱花，是菊花。